爱没有国界，爱无远弗届，尊重与包容，了解而认同，重新发现新住民。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你好，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那有很多各国的新住民朋友在台湾落地生根，甚至就业创业。那在陌生的国家要生活要工作，真的没有想象中容易。那新住民在台湾生活工作会遇到哪一些困难？那政府还有新住民协会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协助？还有哪一些福利措施可以提供给新住民朋友？那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哦。那邀请到的是台湾阳光妇女协会的主任季慧玉，季主任你好。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好，想先请问主任呢，就是呢新住民朋友他们在台湾生活就业，通常呢都会一开始啦，刚来的时候都会遇到哪一些困难呢？在生活上的话，生活上的部分主要是语言的沟通，语言嘛，对、尤其是像东南亚来的这些新住民的姐妹们，他们最容易就是在说话啊、或者是文字啊、等等的就可能跟人家的沟通就会产生一些障碍。而且我访问过非常多的姐妹，就是他们很快的就步入婚姻，然后根本来不及去学中文或者什么，然后等于就是一确定，然后就马上就过来了，完全完完全全的没有时间去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就过来，然后人生地不熟，真的就是就像主任说的话也不会讲，然后文字也不用讲，但是一定是不会看的，对，然后所以这个光是在语言上他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对不对？对，因为其实语言的沟通不流畅也会造成他比如说不敢出门或者是没办法出门，对，那再来就是在家庭内他也会跟他的家人跟他的先生也会产生蛮多的一些沟通上的落差，或是相互彼此的不理解，然后就会产生误会啊，产生关系上的一些摩擦等等的问题。对对对，光是有的是闽南语也是都会讲不懂，然后这样子就是沟通上会有很大的困难嘛。是，就是在生活上，那还有其他的困难吗？比如说，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可能台湾的生活习惯，对，台湾的民俗文化，跟他们可能完全不一样。还有天气，对，天气落差很大，然后到现在还觉得台湾冷得要死，这样子。对，这方面各式各样的困难啊。对，那这样子要怎么样的去协助他们呢？OK， 那其实像在语言的部分啊、台湾现在有一些像我们有那个叫新住民的教育资源网，教育资源网，对，新住民教育资源网，对，那其实它是一个蛮不错的资源，它是台中市政府它的一个官方网站，对，那透过这个网站呢，其实是可以上去看到很多新住民相关的一些教育资源，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国小啊、国中，他们有开那个新住民的资源中心，资源学习中心，学习，这是对。这是专门否新住民朋友，对，还是他们的新二代，还是新住民朋友？就新住民朋友，对，就是教他们认识中文，学习中文，哦，学中文，对，学中文的，对，然后可能从说啊、读啊、写啊等等的哈，开始慢慢教他们，对，那他们也可以取得学历哦，哦，也可以取得学历，那他的学历是界定是怎么样？是会根据他原本的，比如说他在他的本国 maybe 已经有高中甚至大学的学历，那来台湾再去进修这样的课程，他学历他是要怎么去认证的 ？OK， 如果他自己本身在母国，他已经可能高中、大学的学历，那就要看台湾的政府教育部那边能不能认证那个学校的学历的能力。对，那可能有没有办法取得同等学历？对，那有些可能他们在母国读的学校啊，可能一般是大学啦，对，大学硕士、博士等等的，可能有些学校跟台湾这边没有做认证机制，那可能他在学历的部分在台湾这边没办法被采认，没办法被采认，所以他在这边台湾他就上课之后还可以就发给一个就是在台湾认证的一个学历的证明，这样子。对，我刚刚讲的这个，比如说国小来说好了，以前其实就叫那个什么补校，补校，对，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哈。可能他们就是开在夜间，那新住民他们来学习，那一样可能从一年级开始学哦，然后学了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了，他们经过考试取得这个学历的资格了，对，那他们会得到国小的毕业证书。然后还可以有机会，就继续在网上念这样子，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还不错，所以是教育资源网，这是就是政府的官方网站，对，所以就是可以提供给新住民朋友啦，是，对对对，那在台中有哪一些据点是可以提供协助的呢？如果是以新住民的生活辅导、适应等等的，其实在台中市区有非常多新住民相关的服务社区据点，对，其实像我们台湾阳光妇女协会就是其中的一个据点。对，
对对对。那我们主要服务是在西区跟南屯区。那其实像中区啊、大理啊、丰原啊、潭子啊，然后大雅等等的，其实有非常多。像目前台中市有17个，就是17个对服务型的据点。那这些都是针对新住民的本身，还有他的家庭成员，当然包含他的家人啊、子女等等的，都是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支持性的服务。那什么是支持性的服务？比如说，像新住民这样来台湾，生活适应上有困难，情绪可能跟老公吵架了怎么办？也找不到人可以对倾诉，对说说心情，或者说跟孩子吵架了，孩子管不动啊，管教的问题，对都是可以先跟这些据点的服务的社工，或是据点的服务的工作人员先聊一聊。对对对，那这些据点的服务人员就会帮忙他，给他一些比较好的资讯，或者是一些资源。对，那有些新住民问题的新住民朋友的问题，可能不是据点可以帮得上忙的，所以他可以转介说，对，会转介到中心去。对对 对，对，所以就是据点是先等于是在地的服务你们，就是这个区域内的那些新住民朋友。是的，那如果说有觉得更严重，或者说你们据点已经提供不了什么样的协助的话，就是转介到更有资源的地方去，然后来帮助新住民朋友这样子。是是，那会有一些就是就业上的一些资源吗？有，其实台湾目前有非常多新住民就是比较专属的就业资源，比如说像我们的就业服务处，就业服务处嘛，对，台中的就业服务处现在也是有应该快有10来个据点了，各地都有。那这些就业服务处它会有针对新住民或是一些弱势朋友，他们本身专属的服务窗口。对，那他会帮他就是了解他的职业能力，然后他的个人的性向，对，然后他可能比较适合再来帮他媒介工作，再帮他媒介，对，然后甚至会教他求职。教他求职。对，那他会就是也是都会开设课程的，有点先培训这样子吗？职训的部分是另外一块，另外一块。对对，职训的部分会有像职训中心。对，那他们会另外有相关的一些针对新住民或是我们的弱势朋友设计的一些课程，那往往都是免费的。通常都是免费的。对，所以职训中心是另外一块。那是就业服务处是会先去了解说，就是新住民朋友他可能是他的本身的能力，是，然后他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对，他适合什么样的工作，那他就是再去做媒合的部分。是的，是的，这是就业服务处的服务的范围。对对，那如果说是想要就是有的可能他真的是比较没有一技之长，那他可能是需要做一些培训的话，这是职训中心这边就会去做。所以就是就业服务处如果知道说姐妹有这样子的需求，他可能就会把他转介到职训中心去，可能就是请职训中心那边是本身有开设的课程，然后转介那个姐妹去上，是这样子的概念吗？应该他们应该是说他会就是可能会介绍现在可能有哪些课程你可能适合。那如果像现在目前以居家照顾来说好了，照顾服务员其实是目前当下很夯的一种专业服务，那很多新住民姐妹很适合，可是他可能没有，现在目前可能没有这样的照顾的专业知识等等的，那可能需要透过一系列的训练，那才能够进入这个专业的职场。对对对对 对，那可能他本身在做职业媒合的过程，可能就业服务处就告诉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资源，有这样的课程，那可能也都是免费的。对对 对，那可只是你可能需要花一段的时间，比如说3个月啊、半年啊，你先去完成这样的专业训练，然后他甚至会辅导他取得这个照顾的证照。对对对，就是要有证照，通常这个都要考照嘛。是的，对对，是的，不管说他上什么样的课程，其实都可以去考证。他说什么美容、烹饪那一些，其实都有专业的证照都可以去考。是的，是的，协助他考到证照之后，他在就业上就会比较顺利，会比较顺利嘛。而且这个政府也是都会去算是去媒合这样子。是的，是的。然后如果你是找政府的机构去培训的话，政府也会就是去帮姐妹做媒合。是的。那除了职训中心之外，其实现在有很多新住民服务的组织，比如说像我们来说好了，以台湾阳光妇女协会，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阳光姐妹手作坊，那我们就是训练新住民姐妹本身做像手工馒头啊、对对对、手工点心啊等等的这些手作的技术，那也教他们销售。因为其实像我们有很多姐妹，她们就是不一定想要从事非常专业的照顾服务之类的，他们比较想要发挥他们烹饪方面的专长。对对对，但是很多姐妹都超会，很会做料理，对不对？对、哎、对。那我们其实就会透过训练，让他们有一些，比如说，食品安全卫生的一些概念，对，然后一些手作产品，可能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配方啊等等的我们会教他方法，然后你做好东西怎么卖，对，那我们会教姐妹们怎么出去行销，然后怎么去经营他的客源，甚至协助他们展摊。
展摊也是会有时候学会办一些活动，然后就可以让姐妹然后去展售他们的那个手做的那些点心这样子，对对，让他们有营收这样，有营收这样。那会协助就是网络贩售吗？会，也会吗？网络贩售有时候就是不只是实体然后摆摊的贩售，然后网络上贩售也会有。对，我们会开就是专业的一些比如说训练课程，因为像我们台湾阳光妇女协会每年至少会有一个场次的就是职能培力课程，职能培力课程，对对，那我们就会让有需要的姐妹们来一起上课。那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教他们怎么微型创业，微型创业，对，我们会请很专业的老师来透过一些实际的案例教他们怎么去微型创业，好，那教他们怎么去理财，怎么去贷款，然后怎么去控制收支。哦，我觉得这些课程好实用哦。是啊，就不止姐妹实用，我觉得一般人也很实用。是的，还蛮需要这样的资讯。是啊，对，因为有些人适合当老板，有些不适合。对我们甚至还会帮他们做形象测验。哦，真的哦，好有趣哦，就看他适合哪样的做什么样的类型的工作，对，或者是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位的工作，这样。是的，是的，对，所以说真的，我觉得资讯的传达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当然，姐妹，你到陌生国家是人生地不熟，可是你只要是勇敢的踏出去，第一步，你找到你资源，找到管道之后，我真的觉得一定可以改善目前的所有的困境，这样子。对，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主任聊。